今天有一位美食博主来我家过中秋，你们猜猜是谁？我到啦，我到啦，你在哪里呀？你是夏雨吗？进来，快进来，走走走，想吃什么随便拿。等一下，那个门在哪里？美女玩门走。轻松感，一个轻松感。来，滑稽让让，有客人来了啊！哦，无请。今天我给你做茶颜悦色，还有肥牛拌面，你给我做什么？我给你做一个跳舞钢管鸡，中秋大闸蟹。交换饮品。干杯！喂，钢管跳舞鸡，大闸蟹，哇塞！好重。夏雨做的肥牛拌面。中秋节快乐！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谁呀？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你们千呼万唤的冷饮合集终于来了。田子，你吃这么多，小心喘息。仙女的事情你少管。家里开零食店是什么体验？今天我老妈不在家，起来搞点中午饭吃吃吧。老爸，中午好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拜拜。